这集呢，崔斐要独自前往这个山顶寨，因为耶稣说他担心那个尼根他们会提早突袭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要先守住这里。那因为他们要保护这里的人群啊。OK， 我们就先。那我们就自己出发吧。Oh, by the way, that's entirely your fault. 啊，完全没有电力，然后车子也没油了。我可能要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车子可以用吧。那这里离山顶寨有一段路哎。啊，对了，耶稣还说，希望我可以多带一些人回来支援这里。好。看来我要先修这边的车才有办法过去了。还好这里没什么丧尸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修吗？这台车？不用修，直接上来了。一过来就有跑车可以坐啊，太好了吧！哦，哎呀，这个路太滑了吧！来过去！天啊！这条路的丧尸也太多了吧！我先下车清理一下，确保这条路是安全的。哦，太多太多！走开呀！扫射，扫射！哇，子弹，好快就用完了。我先躲一下车上啊，丧尸也太多了吧。OK， 这丧尸其实清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出发吧。Oh, I am so sorry. 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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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啊！他居然站在我车上面了。哦，还好这台车非常的快啊。哎，我们走一下小路哈，小路可以到吗？哦，你看这大楼，上面还有红红的灯呢，该不会上面还有生存者存在吧？没想到这个小路还是有丧尸。等一下，完全挡住了，可以过去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没想到这条是抄近路啊。哦，差点翻车！舟车劳累啊，我们终于到了。你看这个地上好贼啊，是什么 C4 啊，车子开过去的话一定会被炸烂的，我们要小心点。 OK，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，丧尸不断的过来。然后为什么这边这么多马匹啊？这马匹哦，哎，之后可以吃马肉哦。 OK， 我们继续往前进哦。哇，这边还有汽车挡住这个路口，哦，哦，地上居然有刺胎器，啊，可以阻止汽车通过。然后你看大门口，居然还有这么多警察守护在这里。OK， 我们先爬进去好了，因为这边外面丧尸很多。
啊，如果我攻击他们的话，这警察也会攻击我啊，这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里面有丧尸啊 ？OK， 不管了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里面的设施好了。你看，这些人在干什么？不会是隐藏的车子吧 ？OK， 可能是这个模组太大，所以造成这个模组有些地方显示不出来啊。OK， 没问题。哇，你看左边，左边这是雪莉的车吗？还有防雪胎耶。右边好多警车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三台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公爵耶！哇哦，公爵！这三台公爵之后呢，我一定可以改装成非常棒的汽车模组啊 ！OK，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因为丧尸一直过来，居然没有人清理一下这边的丧尸啊！哦，这边好多人在做运动，锻炼一下身体就对了。OK， 地上还有很多那个火堆啊，那样我可以做一下东西，但是，附近好像还有丧尸会过来，这样我等一下再做好了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左边，哎，这边有两个人在守卫，这边该不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？我进去看一下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还好他没有打我，不然这样我就白来了。OK， 这边有，哎呦。不错耶，这边你看，这边有这个电力设施非常完善，然后还有 server， 这个 server 可以淋雨吗？放在这边 ，OK， 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了。这边上来，这是我的保镖，哎，你去休息一下吧，去那个 OK 休息一下，我需要你的时候再呼叫你就好了。哇！前面好多帐篷啊，这里生存者一定很多啊，超级多的，而且好像完全不 care 外面有丧尸之类的。你看这边，好开心哦。那个是怎样，隔空弹吉他吗？哈哈，哎呦，所以他们是帮派分子哦，身上有刺青。哇，为什么那个人脸上还有刺青啊？我看一下。怎样呢？好吧，他可能是之前是帮派吧，现在从良了这样。OK， 我还要是拍照，哇，整个地方都围起来了。等一下丧尸过来了，这我不能打啦，我打了警察就围殴我了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里好多人啊。哎，是谁？这好像是这边的主持人吧？管理这个地区的，但是没有看到乙烯姐。OK， 他可能出去了吧？我们下次再找他。我们先看一下这还有什么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还有机枪塔嘞！帅哦！等一下，这个门可以进去吗？不行啊，这边丧尸又上来了啊！我不要理他，真是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参观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这后面呢？这里后面有什么？这样子绕过去，哎呦，特种部队，好多、哦。超赞的！哎，你不是去休息吗？干嘛过来啊？哦，这边有把狙击枪哎，虽然说他没有望远镜，但是我觉得还堪用啊。对，堪用，拿着好了，终于捡到一把狙击枪。OK， 我们继续往上面看一下哈，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！这个是审问犯人吗？为什么有老头，又有黑人，又有戴面罩的？他应该没有穿裤子吧？我先不要过去好了。哇，要拍照！我们还有医生、护士，哇，还有警察。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？为什么还要审问这两只猴子啊？
别告诉我这两只猴子散播的吧？这样不对，哎，我真没有看过它。右边是猩猩，左边是猴子。这猴子我没有看过，哎，哇，酷，又有丧尸过来了，讨厌。OK， 我们再往上走好了，这个丧尸我就不理他了。OK， 啊，这个模组丧尸只会攻击那个玩家，所以其他模组的话，他就是不会理会的。我们就继续往上走。哦，这边也太多东西了吧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钱欸，对不对？钞票啊，这个后面那个砖块是怎样？一个砖块啊，不能说。OK， 那个是爆裂物啊。OK， 那上面还有什么？好多箱子啊，可以放很多东西耶。这是水吗？这是水破图啊。这模组太大了。我上去看一下啊。哦，全部都机箱塔啦。再上去看一下。诶，什么东西过去了？哦，那边在做简报啊。简报什么？哎呦，那简报尼根的基地在北方。那或许未来我可以协助他们，帮他们一些忙吧，来凸显我的价值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桌上还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哎呦，电脑桌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汉堡，还有过期的披萨。为什么披萨长那个样子啊？很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可是它是达美乐的吗？好像是达美乐哎、欸，不是？喂、欸、，OK， 桌上还有钱，收音机，为什么还有广播器啊？哦，还有沙发哎、欸，这个沙发好烂啊！为什么不换好一点的、啊、？OK， 我们继续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到。为什么这边有 ATM 啊？到底是谁把它搬上来的？太扯了！哎、欸，这边下去吗？这里下去有什么、欸？下去就没有，就回到刚才来的地方啊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这边，爬下去看一下。OK， 它就是绕过去了。哦，这边还有帐篷，算是小帐篷，然后椅子、桌子。下面有，哎、欸，下面没有东西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我想这个基地其实还蛮大的哦，或许未来可以考虑搬上来。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荒郊野外的地方扎营啊，这样子比较 feel 啊。这边有丧尸啊？为什么这边有丧尸 ？OK， 看起来是，就大概是这样子啊。OK。那我可能要先回去看看耶稣他们怎么样了，对，有可能那个尼根可能会偷袭那个基地啊，干嘛的？等一下，这边也有这个楼梯耶，上去看一下、啊。为什么刚才冒烟了一下？哎，这个楼梯上不去啊！别告诉我它坏掉啊，中间断掉，上不去了。好吧，这个有可能上去的话从旁边吧。OK， 这个基地先架到这边了。我们先准备，带一些人回去好了，因为我不太放心。还有其他人在基地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 Trevor 的分身啊？好，丧尸都过来，为什么还有富兰克林啊？这个模组怪怪的哦。好的，我们就先回去好了。可是是要怎么走啊？我想想看，这没有车了，我刚来的车不见了。哎，前方有一台车坏掉了，可是我的工具不多啊。可是我现在开这台的话也出不去啊，对不对？由于他们正在集结兵力，所以只派给我三位精兵，他们曾经服役在特种部队。好吧，那你跟随我吧，跟随我。OK， 跟随我。
那我们先离开这个基地啊，因为我攻击丧尸的话会被他们攻击啊。OK， 我们先离开这里。有可能的话，我先在这附近修一台车吧，然后再回去那个地方。哈，忘记他过不来。OK， 我先把他抓出来好了。如果还有人的话。OK， 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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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。可以啊，可以过来吗？别告诉我你爬 ，OK， 你可以爬，你早说嘛你。OK， 我先把这个车修一下，帮我保护我一下。虽然说附近没有丧尸，你看那地上还有那个 C4， 看着很可怕，人家开过去爆炸怎么办？太好，刚好四个人坐啊。这个玻璃还破了，上来，上来。这台车好在还有油，往前面开一点好了，因为它走不出来。OK OK OK， 然后慢慢的开，因为前面有 C4， 好可怕。OK OK， 先标一下地图好了。哦，真的超近的啊！我家在附近没有丧尸，不然就囧了。这个丧尸越来越多了，糟糕啊！我先把它碾过看看啊。哇、哦！居然拖慢我开车的速度啊！天气也太好了吧！哎，为什么上面爆炸了？啊，糟糕！不会吧？这么快就攻过来了？我们去看一下，希望他们都没有事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前面的车子被炸毁了，然后地图上面居然有红色的。啊！敌人攻击他们，快点！太惨烈了吧！人太多了，快找掩护啊！哈，这边完全没有掩护的地方。快快快快，小心啊！哇，跳过来了，比僵尸还难打。哇，是我！好硬哦，他们躲在草丛上面，受死吧！啊！刚刚还有多少人呢？还有三个。我的保镖呢？不会吧！哦，我差点误射，就在后面看到你了，死吧你！OK， 剩最后一个人了，快冲啊！我子弹快没有，换一把枪啊！这什么枪啊？是散弹枪吗？双管的啊！这边丧尸在吃我的前任保镖的尸体。哎、欸，没了。I told you not to fuck with me. 看一下，居然没中。
糟糕，天黑了。然后我现在在损血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。哦，我剩下水了，我没有那个食物了，先喝点水好了，避免等下挂了。OK， 我现在差一点点。OK， 我先看一下，好像还有一个敌人在里面。奇怪，为什么有警察，居然不会帮忙的啦？进去看一下，耶稣还在。耶稣说：“我们来晚了。”他说：“瑞克跟卡尔被带走了。”下一集要去救他们。那我先把这边的敌人先清掉，看他躲在哪边。Would you open your fucking eyes？ 奇怪，你看到人啊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不是他，这里。我看到他了。哦，他拿什么枪？躲在那边哦。这是什么枪啊？管他，射死他！打不到我哦，爆头！我居然没死哎，可恶！看一下他什么拿什么枪？不会是散弹枪吧？真的也是双管的。这个老头，避免他成为丧尸，中他一层了。OK， 这是 OK， 这个基地呢，我们可能要重建了，没办法。那还好我有带回来那三个保镖。OK， 我们下一集呢，有可能会去先救这个 Rick 跟 Carl， 因为他们是阴司路的灵魂人物啊。那有可能会遇到其他的困难，然后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去找寻其他的生存者及其他的主角。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吧。下集再见喽！崔佛用仅剩的材料组装成这台，哎呦，僵尸斩碎车。OK， 我们来试看它的性能好了。这个超大轮胎，然后车的前方还有那个刺刺的，啊，勾到僵尸应该就黏住了吧？啊，前面那个机枪居然不会射击啊！我们下次再试试看它可不可以发射子弹好了。我们先试试看它的冲撞力，这个时候就要试一下那个僵尸，对不对？啊，撞下还是会停顿一下哦。哦，哎，撞一下烧起来了。僵尸也太多了吧？全部交给他，撞下搞定了。耶、yeah, ，超帅的啦！噔。